7月3日，全民男神谢霆锋现身北京，出席了奥瑞斯新店开幕仪式。当天，谢霆锋一袭军绿色休闲装搭配黑色墨镜，帅气十足。而活动当天，也不难看出谢霆锋心情相当不错。除了时常跟歌迷互动外，活动进行中，谢霆锋还摘下了墨镜，让粉丝一睹了男神真颜。想先问问霆锋最近在忙些什么啦？大家很关心你的。其实我杀伤力太强了。说到谢霆锋，近年来可谓是爱情事业全面发展，投资生意做老板，与王菲恋情曝光。而近来，谢霆锋还为自己创作的节目《十二道锋味》加足了马力。还是在拍《十二道锋味》的第二季，因为快要上映了，所以我们在跑很多不同的城市。那接下来过两天会到哪里？可能太忙了，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回到上海，然后浙江，在四川，在三亚。行程很满。这边谢霆锋为自己事业奔波，可另一面，爱情幸福的他近来也再传喜讯。近日，王菲本来打算飞到香港会男友，却不知何故取消了行程。原本正在拍摄新片《惊天魄》的谢霆锋也要求拍片速度加快，急着快马加鞭返回北京，疑似王菲真有孕。不过，在活动当天被问及此事时，谢霆锋却未予回应。不知道，不是不回答了啊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